是诸父，如是父；是诸兄，如是兄。十二，是诸父，如是父；是诸兄，如是兄。对待叔叔伯伯等尊长，要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一般孝顺恭敬；对待同族的兄长、堂兄姐、表兄姐，要如同对待自己的兄长一样友爱尊敬。小朋友，我们不只要孝顺父母而已，对待叔叔伯伯等尊长，也要如同对待父母一般的孝顺恭敬；对待堂表兄弟姐妹，也如同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的友爱尊敬。这样，你就是一位人见人爱的乖宝宝咯。十二，是诸父，如是父；是诸兄，如是兄。